高了一些。林书义这场比赛第二次选到四坏球，而且在整个先发投手转调过来之后，他其实他贡献度其实也很高、啊，对，稳定度也有让整个教练团是非常的放心啊。可以来准备抛彩蛋。嗯。哦呦，这个挖地瓜的球，可能提前落地又触身球、哦，对，是触身球。哇，这个半局郭玉正的控球不稳啊。中线的滚地球穿了过去，这是安打。兄弟先跑回一分，接着第二分也回来，但是三垒这边岳振华被触杀，这个 timing play。timing play 可能本垒这分、哦，本垒第二分是不算的，所以这支安打只有带有一分打点。哇，这个 timing pla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波波，欢迎大家订阅中信兄弟官方 YouTube 频道，还有 Twitch 哦。